Hello，你叫咩名？我叫 Sofini，你几多岁啊？我今年19岁，系，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，结咗婚，你有冇小朋友啊？冇细路仔。冇细路仔，好，你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马来西亚做嘢2年，你喺马来西亚照顾乜嘢人啊？先生太太两个大人。咁你平时喺马来西亚做乜嘢噶？做啲乜嘢噶？我照顾细路仔。我照顾细路仔，双买双同心，将军将 OK。系，使唔使煮饭啊？要。系，你识煮啲乜嘢啊？番茄蛋，咖喱鸡，酱油，蒸石蛋，番茄脆蛋。系，你食唔食猪肉噶？唔食。唔食，但系你煮嘅。系。系，好，你惊唔惊猫猫狗狗啊？唔惊。唔惊，好，你照唔照顾老人家啊？要点样照啊？点样照顾啊？帮老人家，帮老人家乜嘢啊？帮老人家换衫，为老人家行街，系，仲有呢？帮老人家食饭，帮老人家按摩。好。点解你想嚟香港啊？因为我想当做地震，当做地震陪妈妈爸爸，多我自己。你老公做咩噶？耕田，耕田，好，耕田，好，唔该晒，拜。拜拜。